好，我们回头来看，第一波疫苗接种告一段落了。各地方为了配合民众的需要，也推出了相当便民的服务。接着，我们来看高雄的原住民部落，在接种站呢，在现场就播放了原住民的音乐，来降低民众等待时的紧张心情。同时，还有专车得来速的服务，让行动不便的长者们直接在车上就能够完成疫苗接种。原住民的欢乐歌声洋溢部落，还没到现场，以为在举办丰年祭。高雄纳玛夏区与桃园区的接种站，疫苗接种期间，全天候播放原住民音乐，纾解民众等待的不安心情。像纳玛夏区公所、桃园区公所呢，现场也有播放了疗愈长者心情的音乐，可以让长者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。孩子做呼吸困难，孩子哭时候都不会好的，要马上看医生哦。那一般大家都觉得医疗是很冷冰冰，特别又是打针的话，有些长者会比较害怕，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提供很有温度的医疗，所以在现场就释放一些他们平常常听到的音乐，所以他们也就会有一些反应，就是说他们就算等了30分钟也不会觉得很久。高雄桃园区同时推出专车接送的得来速服务，让行动不便者不用下车就能完成接种。上面他们就不用等太久，我们上去很快确认评估结果，然后就帮他打针，然后请他们在车内或者在我们在路旁这个凉亭里面也都设有座位，请他们一样要观察30分钟。许多便民服务提高了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，第一波接种疫苗所遇到的现场状况都是下一波施打的经验。把这一次施打疫苗的这个工作当作一个经验，当作一个借鉴，作为下一次第二波施打疫苗的一个经验，能够让我们在第二批的疫苗施打的时候能够更顺利更完善。桃园区更针对行动不便长者，提供医护人员到宅施打疫苗，落实长辈不动医护动的便民服务。历经第一波施打疫苗经验，提供了下一波疫苗施打更好的服务品质。人间卫视高雄综合报道。